在下列空格中填入大于、小于或等于，已知 a 大于 b， 两边同时加一后会得到 a 加一与 b 加一，那么它们的不等式关系会不会改变呢？答案是不会的 ，a 加一还是大于 b 加一，因为本身 a 和 b 来比大小的时候 ，a 是大于 b 的，左右两边同时加一，就像天平一样，左右两边同时给了相同重量。那么还是会维持原本的重量关系，所以 a 大于 b， 即使右边、左边都加一，它还是一样维持大于的关系。第二小题，已知 a 小于 b， 两边同时减六后会得到 a 减六及 b 减六，那它的关系还是小于的，和前面提过的天平两边同时拿掉相同的重量，还是维持原本的重量大小关系。